常的丰富。自从我参加社区大学接触大自然以后，我的身体渐渐有健康的那个回转。我过去我的身体是非常的不好，三两天就去看医生。自从我上了接触大自然以后，我觉得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，那个健保卡也是比较少去看它了。现在我来介绍我们的林峰宇老师，他是玉山国家公园生态向导，台中爱山协会第二届及第七届会长，中华民国山难救治协会常务理事，台中市山县社区大学讲师，还有大墩社大山岳常试讲师。现在我介绍我们林老师，又可爱又健康的林老师出场。接触大自然，台湾山岳常试基础班，我是课堂的讲师林峰宇。好，我们的课程的特色就是接触大自然基础班，这个是我们在山县社大十多年所开过课程的总整理。我们让学员来认识台湾的高山、湖泊、河流、湿地、古道、原住民等等。啊，台湾多山以世皆知，好啊，台湾山林的壮阔与美丽是爱山者的乐园与天堂。台湾山林的美丽是我们要去爱护、去维护，这也是一个知性、感性的动作。我们希望再透过这个课程，让我们学习谦卑的胸怀。谦卑是认识万物的开始。我们的课程里面是一个有三点：第一个，多面向来认识台湾这块土地；第二个，我们要让学员了解台湾自然生态的重要性，如何去做环境保护、生意的保护、生态的保护；第三，让学员认识目前台湾的山岳、湖泊、古道、河流、原住民等等的尝试。我们的目标，我们让学员参加过这个课程后，成为环境的保护者、自然生态的爱护者。第二个，目前自然生态保育的观念，让学员学习后带入社会、深入家庭。第三个，我们让学员了解到他目前各个生态环境的现况，如果透过这个观念，以达到环境永续经营的目标与方向。好，谢谢大家。